德利昂地产买方经纪 Maggie 陈分享经济发展趋势及硅谷高端房产市场状况，并展示德利昂在售好房屋。GMCC 万通贷款资深贷款顾问降马介绍真正不查收入的 NanQM 贷款项目，与查收入贷款利率相近，并且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。8月19、20日周六日两晚，黄金时段7:30，与您共享娱乐漫谈知性好时光。